是比受更为有福，传福音难不难？不难。从哪里开始？从我们开始，要让人看到我们身上的光。那这个光要怎么去点亮呢？开始学做家事，对不对？哎。跟隔壁的说，我们要开始学做家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金句朗读。华语我们一起来读，请在周报的 最后一面啊，十三面吗？第三页。对，十三页。好，请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造就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好，华语我们请俊贤。因为我无抓福音做见证，因为我无抓福音做见证，因为是上帝的宽容，因为是上帝的宽容，要救拢信的人，要救拢信的人。现在犹太人，在先犹太人，后来你提利尼，后来提利尼。好，今晚我们请玉婷。I'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.Because it is the power of God. For the salvation of everyone who believes. First for the Jew. Then for the Gentile.